确实是 Paris 在外卡里我觉得算是中上游的队伍，然后 Tempest 现在表现出来的实力呢就是偏靠后吧，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阵容怎么去操作，发现打到对线第一步还是爆炸的。对，马尔斯倒了，然后牛头在上路反补塔，结果自己也没了，先知传送直接离开了。卡尔这里幽灵漫步是看到了对方的英雄，先知是传的下路，配合上残血的巨牙海民再次扛塔杀掉了对方的 SF。这个英雄的人见人欺啊，在不管在哪一路被谁碰到都是死，确实太脆弱了，太脆弱了。对，因为他没有任何逃生能力，而且这个影魔估计六级没学大，搭墙上了，但是有反隐吗？好像没反隐，隐身等于无敌之道。这边卡尔还在，然后紫猫忙操作了一波。不是不是，你不觉得这个紫毛有问题吗？就是卡尔没死是因为幽门剧毒时间到了，那个持续伤害没了，但是紫毛在被挂到幽灵漫步的 buff 之后，他不是放一个满级的啊、哦、还好还好也没我俩人手了。我想说的是紫毛刚才你看他的技能加点，他是有满级的一个脉冲他不放。哎，照明导弹炸到了海象神君，那边捞了一个先杀对方牛头，发现再出高，而且的话卡尔这边也挪到了对方的毒龙，回头吹风吹一下，马尔斯被吹到了天上，先知被紫猫收下，影魔也还没有阵亡，发现技师被噬魂加了口血，影魔摇动大招赶一下对方英雄，也是掩护队友撤退，只要人活了就得出来干。对，而且应该跟特洛瑞斯他们这个阵容也有关系，中路是个兵围卡，你看一二联动、嗯、从上路打到下路，这机动性太强了。是，就他是一个兵围卡，他自塔能力没那么强，刚才十几分钟才拔掉中塔，但是他节奏是真的很快啊，对，全楼飞齿轮弹住啊，这波就紫猫都没动了，不敢动了。是的，这影魔有点危险啊。嗯，就是一定要有人蹲着这个影魔打线，因为卡尔眼神找到了，先知一飞他就死了。人有点多，蹲到了。然后，射王放墓碑，先知招数人，卡尔这边还有小火人，都是召唤物，打得很快。海明还有摔角行家，就他们这个打盾确实没有什么。太大的成本啊，就是人也不用掉血，打的也比较快，哎，什么时间？哎哎，影魔摊了个兵，然后 TP， 海民的先手流到了，完了，摊兵了。这波牛头已经走了，刚才指龙框里面并没有动，一个钩又出来了，马尔斯接上一毛，最后是找到了支援过来的卡尔，卡尔被一板板住，在毒坛里面可能这波要死，自己有盾吃完了对方的马尔斯控制的一套爆发，回头狮王的墓碑 CT 撞好，原地选择 TP 有打断，两个当年 TP 的人都倒了，很难受。啊，这波在正面，他那波伤害打完之后就铁定没有输出跟控制了。有宝石，看能不能把这个宝石给搅下来。海明跳端过来，雪球救，死爆一炸，马尔斯在冰墙里面动不了，自己也没蓝了。异化向前吧，魂技大招，想要输出对方先知，先知有 BKB， 而且居然海明自己虽然被毒藤粘着，但是队友都在旁边，还有狮王那个墓碑，阵地战完全打不了了。发条没死，一人未亡。卡尔这里吃完影压，吃对方的残阴伤害，雪球还能再救，而且利用这个雪球还晕倒了两个人。超重神魔一炸，回头再接普攻，影魔倒地，还有双脚横天，紫魔的话已经没有开始直接了，吹风接天火落地已经失去尸体了，卡尔双杀大到完美的没死啊，这自己团团灭了。是的，哎呀，很难受啊，他没死的，他刚刚那波在三角区的团战是把自己能放的技能全放了，影魔的技能，马尔斯的三连，加上牛头的大，但依旧没有击杀对方的英雄天火，现在的话火的等级也上来了，天火的伤害非常高，四级火。Paris 的 Force 是真的我觉得打得很好啊，之前预选赛的时候他的马西谜团我感觉打得都还不错，然后这个海绵这两天看玩了两局了，都很棒。又是发奖的先手队员相继赶到支援正面战场，紫猫想换一个，用雪球躲掉了紫猫最强的一波爆发，每一把都当最后一把，还是他啊，GG。
这边 Tempest 已经不想当背景板了，永远是被别人乱秀的那一方，太难受了。牛头党现在连跳刀也没，只能跳住 GG， 那也是恭喜 Paris。